罗志祥被周扬青爆料渣男行径后，事业衰落谷底，最近才开始慢慢复出。不过他一日突然发了一张飞机图，并用大大的红字写着他要回来了。周扬青也晒出在机场的时尚照，被猜测两人很有可能戏剧化复合，引发讨论。两人照片曝光后，网友开始一窝蜂到周扬青 IG 留言，小猪说有人坐飞机要来了，该不会是你吧？你们复合了？但也有人猜是凯乐，对网友疯猜他是谁，罗志祥深夜在 IG 现实动态回应了：朱小姐坐飞机辛苦了，今晚请好好休息，明天工作顺利。原来是在说自己曾反串的角色朱碧池，只能说小朱还真的是很会制造话题。不过他跟周扬青已经分手，还那么有默契，也被赞周应该是小朱唯一的真爱。